泡饭呢，我都饿了。来了。什么态度啊这是？就整一个鸡蛋够谁吃的，把媳妇这个也吃了吧。原来把鸡蛋都藏在他自己盘里。你别吓我。老公竟然给我换了，真是白瞎我对你那份心了。有人。那鸡蛋好吃吗？好不好吃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好赖，我还是先喝点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，简单方便，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。你不是凡人，你是个人。是个人就行。等你。瞅你那吃相真来气，气得我浑身直哆嗦。你还别说，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还挺好喝的。再来一杯。你可真不要脸。就知道吃现成的，自己都要懒成猪了。媳妇儿，这个也太好喝了，你多给我囤点儿。你说我咋越瞅你越来气呢？就当你夸我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是燕窝银耳豆浆粉，真的是太好喝了。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只有豆浆、银耳、燕窝粉以及少量的木糖醇，没有添加色素、香精、防腐剂，老人小孩呢都可以放心的喝。平时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、代餐都可以。喝起来呢，就是豆浆的浓郁香，加上银耳的咯吱脆，以及燕窝的丝滑感。而且呢，每一大袋里面都是独立的这种小包装，方便携带。现在29.9给大家发满满的三大袋。还送一个同款的这个胖胖杯，需要家人们左下方抓紧去拍吧。老公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啥意思？有个大猪蹄子呀，这不是给我的吗？没事，媳妇儿，我还能吃。你这样的，你配吃猪蹄子？今天我就治治老公吃独食的毛病。你别笑。看看媳妇儿今天尝了啥。哇。天天套路我，今天我打包带走，我就不信我还吃不到肉。我太了解你了。这样老公就想不到了吧。吃饭呢？你先吃呗，我打完这把的。不吃拉倒。快吃，一会儿来凉了。哎呀，你吃你的呗，你管我干啥呀？这咋不知道好赖呢？有好吃啊，你要不吃我就吃了。哎呀，你可真能磨叽啊，有好吃的你吃吧。既然你都说这话了，那就不能怪我了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你别笑。
吃的啦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一会给你当做惊喜。今天我就让你重新认识认识我。有人。今天终于可以消停地吃顿饭了。这饺子蘸辣酱真香啊。饺子蘸着辣酱可好吃了，你不吃一口啊？好吃你就多吃点呗，真烦人。你行，家人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我们可以用它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一包子肉类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！它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满满的一箱10罐，还送2个小盖子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的方便。在这基础之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这个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就玩吧，我让你今天你啥也吃不着。可算完事儿了。哟，你都吃了，一个也没给我留。你不说你不吃吗？还整个空盆放这儿了。这啥呀？烧鸡。哦，这咋都剩骨头了呢？我吃了。还好今天我有先见之明啊。哎，眼熟不？我说鸡腿整哪去了？给我，给我！你真服！我说你媳妇还吃不了你呢。我问你，这饭能不能吃？这日子能不能过了？媳妇儿，你激啥动啊？媳妇儿，我这些都是给你折的，媳妇儿，来给，你快吃吧，媳妇儿。你能有这么好心？媳妇儿，你快吃啊！哎呀，我没事，媳妇儿，要不一会儿坨了，你吃吧。咋回事呢？来，媳妇儿，来点这辣酱，这面条啊，拌这辣酱好吃，多来点。还是不敢相信，都是给我吃的。对，都是给你吃的，媳妇儿。你别是有事求我吧？没呀、啊。呀，媳妇儿，你等我1分钟啊，我马上回来，你慢点吃。真搞不懂这人今天咋回事，看你着啥腰。来，媳妇儿，你看这些都是老公给你准备的。妈呀，太阳这不打西边出来了吗？这里没放东西吧？呀，媳妇儿，你把我想成啥人了？媳妇儿，以后老公天天都对你这么好哦，媳妇儿，来尝尝。你也吃，老公。哦，媳妇儿，我不着急，你先吃啊，我冲点喝的喝再给你。老公今天对我太好了，一定是我的辛苦感动老公了。好不好吃，媳妇儿？好吃。好吃，多吃点啊。啊，真香！多吃点啊，媳妇儿。来，媳妇儿，来，给你擦擦嘴来。老公，你昨晚这么好呢？媳妇儿，以后我天天都对你这么好啊。你别笑。媳妇儿，这个有点烫，我给你晾晾，我帮你吹一吹啊，吹凉了你再喝。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太好吃了。来，媳妇儿，再啃个大猪蹄子。来，老公你也吃呗。媳妇儿我不吃，以后好吃的都给你哦，媳妇儿。老公真的改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护食了。来，媳妇儿，抹点这个辣酱，这抹上辣酱好吃，嘎嘎香，你看看。谢谢老公。慢点吃啊，媳妇儿，不着急。啊，真香啊！我以后也再不欺负老公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有人。
媳妇儿，差不多了。老公今天好暖啊。你别笑，有点烫。我再给你吹啊。老公既然都会抢答了，媳妇儿，来，再多搁点辣酱，媳妇儿，可香了。平时都不给我吃辣酱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媳妇儿，这个辣酱拌面条是不是好吃啊？好吃。媳妇儿，好吃，你再来一点，来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能不能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，拌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加饭，满满的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啊！吃完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媳妇儿，这回凉了，你喝吧。慢点，慢点啊、哦！今天表现不错啊，以后就照这样表现啊。媳妇儿，你放心吧，以后我天天都对你这么好啊、哦，并且千倍百倍的对你好。行。大白天做啥美梦啊？几点了还不做饭呢？吃饭咋不叫我呢？你是姐呀、啊？你别笑。你就不能好好吃饭吗？少管我，这全是素的，你喂兔子呢？你不就属兔子的吗？你比我俩贫哦。妈呀，咋的呀？你支棱起来了？哎，别我动手啊，要不然我修理你。这独自让你装的。这头型我咋觉得不对劲呢？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一会我倒要看看是咋回事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正合我意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饺子蘸着辣酱也太香了。媳妇儿，这辣酱也太好吃了，还有没有了？没有。吓我一跳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我们拍拌个米饭，拌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、肉类、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蘸个饺子，不仅好吃还下饭啊！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.9给大家发，满满这一箱。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啊！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我吃饱了，把碗刷了吧。哎，回来，别动我哦。我倒要看看是咋回事。我叫你小子今天没憋好屁吗？我的。今天我就拿他去吃好吃的，给我等着。哎，媳妇儿。
老公不在家，我可以美美的吃一顿了。回来的真巧呀，媳妇儿，今天准备了这么多我爱吃的呀。啊，都给你吃，老公。哎呀，整的挺好。哎，你刚从外面回来，你去洗洗手，换身衣服点，我这些都给你留着，快去。行，谢谢媳妇儿啊，给我留着。嗯，快去吧。抓紧吃吧，要不一会啥都没有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。蘸点辣酱更好吃。这味道没谁了。真香，哎呀。这包子蘸辣酱挺好吃的，再来点。你别笑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太好吃了。包子蘸辣酱也太香了，我得多吃点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收到姐妹都说好吃啊。平时的名菜，半个米饭，半个面条，搭配个包子，肉类当蘸酱，炒个菜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而成，吃起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9块就给大家发，满满的香，10罐，还送2个小盖子啊，吃不完的盖子特别方便。在这地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你不说给我留着吗？咋都吃了呢？哦，干等你不来，干等你不来，这放凉就不能吃了，只能我先吃了。你咋这么死的你？你咋这么能狡辩呢？趁老公没来先藏好。嗯，既然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换个地方藏。天天就知道吃独食，今天我就让你长长记性。你别笑。一个里面藏点，省得被你发现了。今天再治治你那股子犟劲。等着看好戏吧。呀，今天有西瓜呀，正好我口渴了。哎，饭没吃呢，吃啥西瓜呀？先吃饭再吃西瓜。哎呀，你这面条子我天天吃，我都吃够了。今天我想吃点水灵的。哎，忙啥的呀？先吃面条。来，媳妇儿，这面条给你，你吃吧。来，我吃点西瓜就行。今天这些不都是你爱吃的吗？爱吃你多吃点吧，媳妇儿。今天你吃吧。那有鸡蛋，你吃鸡蛋，你不也爱吃吗？来，媳妇儿，鸡蛋今天也给你。吃一个尝尝，可好吃了。你快吃吧，我不吃，我吃西瓜就行。今天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有人。一会儿我就有大鸡腿吃了。
我也想吃西瓜。那些面条的还不够你吃啊？不够。不够你就别吃了。咱俩走着瞧吧。先把肉吃完，让你啥也捞不着。妈真香，哎呀！今天这肉我吃定了，这回拿我没招了吧？妈真香，哎呀！你吃不吃？不吃我都吃了。啥好玩意儿啊，我就不吃。真酱啊，这辣酱拌面真是好吃，这里面还藏了肉呢，趁你不注意先把肉吃完。妈真香，哎呀，这你别笑。差不多了，辣酱拌面真是香。老公今天白忙活一场。你瞅啥呀？瞅你咋的了？吃点给我饿了。你吓唬谁呀你？你那面条子吃的不也挺香的吗？因为辣酱拌面条才好吃。就不管呢，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是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？双姐妹都说好吃。平时呢，我们会拿半个米饭、半个面条打那个包子、肉类当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下饭啊，它用香菇和豆角大火炒着，省吃，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10块就给大家发，满满的一箱10罐，还送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的方便。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，太合适了。这回轮到我了吧？你吃饱了吗，西白？咋的？我没吃饱，你能把西瓜给我吃啊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这里边有鸡腿儿。这一盘子鸡腿咋就剩俩了呢？有俩就不错了。算你有良心。杀！哎呦，我这一来一路来。